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里来了一位新朋友哦，这是怪物史莱克。史莱克给大家分享的玩具是斗龙战士，又叫斗龙爆丸。这款斗龙战士的名字呢叫加布多，这是土属性的哦。它是爆弹变形的瞬间变形。看看另一面，这里的介绍呢有8款斗龙战士变形之后的形态，然后可以对战。这个警告说呢，里面含有显灵剑，不适合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，防止儿童吞食发生危险。产品的名称呢叫斗龙爆丸加布多，适合4岁以上的儿童使用，材料呢是塑胶材料。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，打开看一看吧。看看我们的新玩具拆封，里面有卡片哦，这是斗龙战士加布多，我们取出来。就是斗龙战士加布多，里面有几张卡片呢？有4张卡片。这是斗龙战士的卡片，必杀技、召唤卡。这是爆发卡，爆发卡只有1张。怎么变身呢？它现在呢已经变身了，把它变成圆形。先把它变成圆形，然后呢用卡片再来变形变身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它现在变成了蛋蛋的形状哦。看我们这张3张卡片上都介绍了什么？这是终极龙神剑，它的特技呢是可以召唤另一只爆丸，及属性为己所用。它攻300手，350。这是终极龙神剑。背面就不用介绍了，这一张卡片是谁呢？这是。疾飞冲撞，他的攻300手，350，战斗力是350。这是天照飞风，他是攻400手，200，战斗力是400。这是天照飞风，看一看谁的能量最高呢？终极神龙剑呢是550，天照飞风的是400，疾飞冲撞的是350，最高的是终极龙神剑，它的战斗力是550。这是最高的一只召唤卡。看看斗龙真是要变身喽！
看好喽。咦，怎么没有变身呢？是不是用这面才可以变身啊？再来试一下。终于变身了，再来试一次。大家看好喽，变身！咦，反应有点慢啊。大家看好喽。哇，这次终于变身了，这次变身的很顺利，变身很快哦，瞬间变形，大家看清楚了吗？再试一次吧，刚才是背面，现在正面变身，给大家看一看。这次好厉害哦，把卡片都给翻倒喽！这是斗龙战士的爆发卡，爆发卡只有一张，只有爆发卡才可以变身哦。这款斗龙战士的名字呢叫加布多，这是加布多斗龙爆丸。在上一期呢，我们还给大家拆了蛋小子，这是蛋蛋小子，他的名字叫派奇，他现在是一个座舱。蛋蛋小子呢，现在在座舱里面待着。这是派奇的变身卡，上面有派奇的名字，还有1100的武器爆炸值。那下面还有好多指数，不知道代表什么。啊，斗龙战士待在自己的岗位上，看看派奇要变身了，蛋蛋小子。哇，这次是背面变身，再来呢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来一个正面变身。又变成了座舱的形状，怎么样？很棒吧？很好看吧？也很好玩哦。蛋蛋小子的里面呢，同样也有三张卡片，这是寒风，它有好多的数值，不知道是代表什么。只知道呢，这个人物叫寒风，这是蛋蛋小子里面的人物，这是骷髅手杖，这是莱迪，蛋蛋小子里面也有三张卡片。小朋友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频道当中来收看更多的视频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